那条狗下来了。他已经下来了。我要不把你放这儿吧，我先走了。不是要去吃烧烤。我看你在这儿还挺开心的呀。那好吧，你走吧，手机给我，包包给我。喂，能矜持一点啊。干嘛？我来找我男朋友，为什么要矜持？那么奇怪。 你确定是段嘉许追的你吗？什么意思？嗯，我就问问呢。你不要乱说。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词，我刚刚不是说，我问的是一个问题。我刚刚就是在乱说。我问的是一个。吵什么呢？ 上车，上车，别答应他。走吧。我把我想永远藏起来的秘密都跟你说了。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？你能不能看在我这么喜欢你的份上，你不要听任何人说的话？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？嗯？这星星怎么折啊？拆开了我折不上了，打开不就？ 三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高全的眼镜框会不会有点奇怪？在这里，我现在放在这会有点奇怪。刚这儿不好，下一个定点镜，我其实有点。那我把字幕往上呢，往上调。两个对换。对换。OK。喝不喝？哦。水果。可以。就是两个要换一下。OK。哦，谢谢。里边看一眼。 这里之前是一个公司用来做会场的，所以你们如果用来办公的话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刚后面那个露台是算在这儿一块儿的。对，它都是包含在里面的，整个空间差不多是在200平左右。段哥，你看这个公司就比上一家要小一点，环境的话是150平，比较符合你刚刚说的一个需求。其实咱这边直接把员工带过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
这个是一个会议室是吗？对，价格有聊的空间。对，因为房东是很支持我们年轻人的。那还挺好。如果是这样呢？可以，是可以的。